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汽车的小猪，今天大家看一台我们刚入库的2015年的 Yaris 大鸭。那这台的话是 1500cc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外观。车内的引擎室，那像我们的车子呢，都有做第三方的认证，这边都有一个合格的标章。那我们车子售后呢，会有两年的保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内的配备。那这台车呢，都是在原厂做保养的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原厂的保养记录。那里程的部分呢，是跑71097公里，里程的话我们都有做里程的保证。那看一下我们的萤幕的部分，萤幕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装多功能的安卓机，那功能的话都非常的齐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座的车内状况。我知道大家最在意的应该就是价格，那这台的话我们现在特价是33万8，那如果喜欢的话呢，欢迎来达友汽车找小猪我。那最后呢，影片你看了有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。实在就是 SUM